医师讲出这些话，一秒惹怒病患。一男一女走进来，他妈看，乳癌哦，下礼拜要开刀，就开始哭啊，这样子哭啊，跟他先生这样就安慰他。好，那个医生住院单都开好了，看他还在哭，他就说，哎，你要哭我那先出去。那个医生啊，我那个点滴打完了，现在有一点回血，我学弟就跟他说，贝贝，点滴回血不会死啊。那贝贝听完之后，暴怒，一路要拿椅子起来打我学弟了这样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